老板，你这糖怎么卖的？哦，大的贵，小的便宜。想要个啥子？嗯，客官，给我写个名字。管呀。给我写一个明星的名字。好。就是突然下大雨，你猜猜吧。好嘞。时候你就想起他了，林忆莲。好，多少钱？10块钱。啊，好嘞，好。嗯，好了，拜拜。嗯，拜拜。